你干嘛？快点，快到一楼了。好辣呀！老婆，你那里还有啥没有？啊，最后一口已经吃掉了。什么肉吃掉了？就刚才呀。我要吃糖，好甜呀！你干嘛？哦，嗯。吃好了吗？吃好了。给吃。吃好了。要喝水吗？给。需要补一下妆吗？嗯。我今天没有拿。给你用粉底液吧。好。你嘴巴今天涂口红还是涂唇釉？今天涂唇釉。来，我给你涂吧。嘴巴真美，听一下。走啊！怎么啦？生气？谁又惹你了？刚才那地毯上那个男服都碰到你的手了。没有吧？有，都看见了，年轻的笑。那就是普通的礼貌性的笑呀。我不管，我就生气。别生气了，我下次注意点，保证不笑。哼。好了好了，走吧。给我两个小时，快点起身吧，拜拜。什么？我爱你。什么？我爱你。什么？哎呀，我爱你。真好，我也爱你，宝贝。别动！你干什么？你不觉得我手上少点什么吗？少什么呀？别人家的女朋友都给自家男朋友准备了有小皮套，我的呢？你要什么小皮套啊？你又不用扎头发。我戴上小皮套，别人就知道我有小祖宗的人。嘿嘿，好吧，给你戴上小皮套。嘿嘿，你不如把你小皮筋给我。你要小皮套干嘛？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是不是没有狗啊？你要把小药给别人，你不能这样的对我。不是不是，我是有新的药给你带。啥？死我！新的呢？在这儿呢。当当当当。你看你那带上什么药了？嗯。想吃吗？不给你吃。这个太凉了，你现在还不能吃啊。我可以把它先放在嘴里暖热了再吃呀。哎，这是个好办法。你干嘛？暖热了给你吃呀。